大哥，哮喘又发作了。没事，大准。都怪这该死的鸦片。还好兄弟，幸亏咱们烧了这该死的烟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受害。我们习武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趴下多少人，而是能够扶起来多少人。只要是为了正义而死，只在这边走这边。这些一介武夫不好好待着，跟我强女还斗胆烧我的烟馆，这就是你的宿命，给他留个全尸吧。
上个世纪初的旧上海，人们称它是东方巴黎，也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洋人横行，荡漾着浓郁的西洋风情和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然而有一种鲜为人知的竞技形式，黑市拳，它残酷血腥，游离于武术道德之外，在东方魔都悄然而生。侯锤，生死状一签。阿贵，生死由命，富贵在天。Ready, go!这就是你们的中国功夫，真的有一点担心会浪费我的胶片。你醒醒啊！抬走，抬走！阿贵！老少爷们儿，睁开你们眼睛看好了啊！就这三脚猫的玩意儿叫功夫，耍猴呢？哎呀，难怪洋人说中国功夫花拳绣腿，不实用，花架子。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东西，这个叫摄影机，把这个安装在我们拳台旁边，这样我们可以把中国拳式的功夫录下来，好好回去研究。如果不这样，你们的中国功夫会失传。你什么意思？想偷学我们中国功夫？ No, wait, listen, 你的话很不好听。你们的拳师授艺通常对徒弟保留一手，等徒弟出师后教徒孙时又保留一手。武术的传承经历过明朝和清朝的禁武令断层，加之过于强调止戈为武的武德思想，原本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一代不如一代。我这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我要是不同意呢？喂，你要知道，你这个拳庄被我收购了，我是你的老板，只有你这种无规则的黑市拳比赛，我才能拍摄得到绝招。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会同意，这个世界上聪明人不会和命运开玩笑。来看看，只要有人能打赢我们三大高手，来自东洋的井上靖之，来自南洋的技师宋猜，来自邻国朝鲜的朴昌豪思密达，这些奖金全拿走。谁呀？你臭叫花了，叫疯啊！你哪来的？哎，西北，还没签生死状呢啊！打死活该！这个人有一点意思。
那就由我们东阳武师出战。老叫花子，请你喝酒。Oh my god！ 绝招啊，黑虎掏裆。Come on！ 只要打赢我们的 boss， 奖金一样可以拿走啊！安静，安静，安静！信仰鬼子！My boss！Beautiful. Get up.什么呀？还嫌我们不够累是不是？就是啊，还嫌我们不累。喂，各位师哥，我是看你们练习太辛苦了，找点乐子吧。你那是找乐子吗？下手那么重，你看看。不理你们了。爹。师傅。没事吧，师傅？
谁是馆长？这是我们中英全装无规则比赛的战术。既然是摆擂台，为什么不在广场光明正大的摆明擂？像你们这种残忍见不得人的拳赛，我不会去，也不会让我的弟子们参与。我们不是外国人，但是确实想见见我们自认为了不起的功夫到底怎么样，谁才是武术正宗。名门正派，名门正派不要当缩头乌龟啊。说出什么话啊？教大家习武不是为了好勇斗狠。师父，别说了，送客。师父，您就让我去跟他们打吧。不行，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举办这无规则的黑石拳赛目的何在。您平日常教导我们习武者要刚劲有为，自强不息，除暴安良，长存侠义之心，可现在就是咱们除暴安良的时候啊。记住，咱们霍家拳从不打这种黑石比赛。我一再教导你们，习武者尚武崇德，修身养性，本来以你的根基和资质都很不错，可是你心性浮躁，难以控制自己的欲念，这是武学大忌。你先到静心室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师父。去吧。是，师父。石头，走，给我上街买东西。走了。叶一平。小毛贼还有同伙，现在知道已经晚了。你们这么厉害，怎么不去打黑石拳？你报的警啊？Thank you.
还有没有挑战的？啊，来看看，来看看，来，20根金条，500个大洋啊！只要能逐个打赢我们三大高手，这些真金白银都拿走。不是，武林高手呢？宗师呢？怎么一个个的都当缩头乌龟了？啊！不是，你哪上来的？干嘛的？唱戏的。唱戏的。哎呦，唱戏跑这儿捣什么乱呢？要下注是吧？下注上那边去。我打擂。什么？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我挑战他们三个。哎呀，中国功夫是没人了是吧？嘿，好，这几天你看耍猴的醉酒的就花子，今儿又来一个还不知死活的唱戏的。行，要打擂是吧？先签生死状。免了。起来吧，
这些奖赏都是您的。中华武术无价之宝，岂能用金钱来衡量？我此番来只是为了中华民族之气节。Very good. Very good, sir. Very good. Please wait. 这位是我们的老板詹姆斯先生，我们的老板对您的绝招很感兴趣。Good job, Pig Zhu. Where did you find this guy? My boss. No pig, it's Pete. He fled to the sky. 你的功夫很棒，想跟你切磋切磋。如果你输了，一样可以把你的赏金带走。如果你赢我，赏金翻倍。安静，安静，安静！不用谈钱，改日再战。气儿都不喘，这步子刚劲有力，分明就是个练家子。你说，你到我霍家武馆，究竟何意？挺有本事啊，就凭你这样怂包也配喜欢小师妹？不服气啊，来击倒我。来呀、啊、石头，来起来，你太过分了，你干嘛打他啊？没有啊，小哑巴很喜欢霍家的武学，刚才我只是教了他几招而已。是啊，就是玩的，教着玩的。大师哥，你明知道石头不会功夫，你还下手这么重，你非要打死他才开心吗？谁让他自不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走，那你走。
得那么丑，一点都不像我。笑什么笑？再笑打你啊！疼不疼啊？是我现在这身子骨每况日下，不知道还能不能替你报了这个仇。这20年阿春和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找到，对不起兄弟，对不住。霍家拳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修行，修的是忠勇仁义。习武先习德，德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为。就比如少林武僧，每学习一门少林绝学，就必须研修一门佛法来化解他的戾气。这就好像是拥有了刀剑，就必须配有刀鞘，否则伤人伤己。大家，师父，爹，师父没事，我这是老毛病要犯了，你们先练着。石头，扶我去休息一下。爹这一辈子膝下无子，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你大师兄又生性孤傲。哎，爹今天打算将霍家拳的绝招技法传授于你。咱们霍家拳的绝技向来是传男不传女，他日若遇到正义耿直的如意郎君，可再将霍家拳绝技传授于他。其实我们霍家拳的绝招是每一式都藏有六拳：点、劈、拖、冲、崩、干。霍家拳的一招一式，六拳皆有，前虚后实，变化多端。每一式打在对方身体的不同穴位和位置，给对手造成的伤害都不相同。
就比如霍家拳的抱手锁身，其深意在于海底捞月。浑然一击的深意在于遮天盖日。来，跟爹一起练。新晋的拳王，身怀绝技的神秘高手，前天连续战胜我们三大高手，人们送他名号叫黑煞。你们今天来这儿想看啥？黑煞！在黑煞面前的，就是我们的老板 Mr.詹姆斯，如果今天黑煞能够战胜我们的詹姆斯先生，你的奖赏将会加倍，一夜之间你将会成为最富有的拳师。你不是上次那个唱戏的，不想死，使出你的绝招。Sit, go。
走，抬走。James, wake up, James, please, James. 我来只是想告诉诸位，我们中华武术博大精深，绝不是别人眼里的三脚猫功夫。他们这些洋人可以学走我们的功夫招式，但永远领悟不到我们中华武术的武德精神。装哑巴。功夫的高低不是好勇斗狠，一个真正的武者比的绝不是在擂台上你能打倒多少人，而是在生活中你能扶起多少人。这些奖赏原本就是大家的，现在还给你们。这是奴才。掩面冲拳，哈！悬腰击手，哈！哈！哈！老爷，老爷！哎，朱婶，怎么了？哦，朱婶，小姐，你们有没有看到霍馆长啊？怎么了？霍馆长到现在还没出来吃早餐，药我已经煎好了，我到处找不着。哎，你说。会不会在书房？爹，对啊，爹，你在里面吗？师傅，师傅，师妹，爹，爹，你怎么了？师父，爹，师父。报告探长，这个书房就是案发现场，死者体表没有外伤，也没有中毒痕迹，死亡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时辰之前，具体的报告还要尸体带回去做进一步检查。抬走。等一下，请求您能同意让我父亲在家中停留3天，好尽一下女儿的孝心。3天后，如果您需要继续查。一切心听尊便。霍小姐孝心可嘉，我非常同情。这样吧，你们先办你们的丧事儿，尸体呢妥善保管，书房我就封了，不得外人接近，以免破坏现场。3天后我再来。谢谢李红探长。
霍小姐，你用的什么香水？好特别啊。我从来不用香水。不好意思，失礼了，我的鼻子容易过敏，经不起刺激。告辞。稍等。小师妹，时间不早了。围起来！别动！别动！别动！你果然出现了。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真的是你？霍馆长不是我杀的，你不是哑巴吗？你装聋作哑，在武馆里隐藏了半年，我们都让你给骗了。小师妹，你知不知道，就是他瞒着师父去打黑石拳，他就是黑石拳里最恐怖的拳王黑煞。一直在骗我，还在骗我。小玉，你相信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带回警局。带走。小玉，请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师妹，那我先回去了。好了，凶手不是抓到了吗？别哭了，啊！师哥，师妹。师妹，我买了块西洋肥皂，所以这身上还留有香味儿。那你早点休息吧。其他人呢？大师兄一早就出门了，其他的师兄弟有的放假了，有的被大师兄安排了其他事情。
霍小姐，霍馆长的尸检结果已经出来了，没有致命的外伤，属于哮喘猝死。有药物谋杀的可能，但是以现在的技术，没有证据证明尊父是被谋害的。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爹他？当然了，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霍老爷之死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向霍小姐进一步了解。好的，李探长，我一定全力配合你调查真相。嫌犯迟到，有人探监。身一重，我怎么可能会是冷血无情的杀人凶手？你究竟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爹的遗体旁边？我是为了查清楚一个事实，霍馆长真正的死亡原因。查到了什么？这是我爹的？是，也不是。馆长掉落的时候我捡到的，当时我就觉得味道奇特，跟霍馆长之前用的药的味道有所不同。可这的确是我爹治疗哮喘的西洋药品，而里面说不定放了别的东西。虽然是个空瓶，可是还有部分残留物没有挥发掉。我爹之前用过药之后都有一股清凉的香味，但是这个味道更浓郁。哎，霍小姐用的什么香水？好特别啊。小月，什么味儿？血，血，血！干爹，他能做到的，我不但能做到，而且比他更强。好，干爹没有白养你，詹姆斯回国养伤了。这里就是你的天下。有请我们的终极高手黑煞登场。绝招啊！我去，绝招啊！
肋骨全断了，杀手比鬼佬还狠。师哥，你是黑煞？你都知道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也要当黑煞？你忘记武馆的规矩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没忘，可我去打黑石拳怎么了？他石头能打，我比他强10倍，我为什么不能打？武馆的破规矩根本就是垃圾，习武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强大吗？我有实力我就要赢，凭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电生前最反对的就是打地下黑拳，他拳下有灵，怎么会安息？哼，你爹才是真正的黑煞。你胡说！我爹的药是你采购的，你在药里面放了什么？师妹，你竟然怀疑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怎么可能害师父？你要不信可以去警局查看药瓶是否有毒。师妹，现在师父不在了，关键还有我，你跟着我，我保证你过得比谁都强。我会带更多的师弟去打黑石拳比赛，我会重振霍家武馆。不，我要让霍家武馆独霸上海滩，这不正是师父想要看到的吗？不是的，师哥。师妹，你知道我可一直都喜欢你。我娶你，我们两人继承霍家武馆，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但生命中的重犯就由不得你了。师妹，师妹，小玉，霍小玉。霍小玉，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答不答应？我爹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指了明路你不走，那就不要怪师哥无情了。啊，小玉，你醒了，是我石头哥，小心。石头，你怎么？因为证据不足，你走之后，李探长就把我释放了。我去拳馆，发现大师兄和你都不在，于是我就去地下拳庄，在路上听到了你和大师兄的争吵。霍小玉，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答不答应？小玉，谢谢你，石头。来，我来。Thank you.
小玉，你早就看到了是不是？你走。小玉，冷静一点，听我说。我知道你很伤心，但不能为了脸上这道疤就放弃了追查杀害你爹的真凶。另外，霍家武馆有你爹十几年的心血，你不可以放手。相信霍馆长在天之灵，如果知道此事，也一定会让你振作起来。这是你爹的遗物，我在书房找到的。镇山表兄如雾，听闻大川说道，兄已戒除大烟，时有哮喘缠身，还请保重身体。大川沉迷拳术，生性耿直，总爱打抱不平。妹已身怀六甲，又有幼子在侧，蒙表兄照顾，却日日忧思。信是一个叫阿春的女人写的，她叫我爹表兄，那她应该就是我爹结义兄弟何大川的妻子，也就是我爹的表妹，我应该叫她林姨。怪不得我小时候爹常常不在家，又经常把自己锁在书房，为找不到他表妹和两个孩子而自责。石头哥，其实我就是何大川的长子何石雷，信中提到的叫阿春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20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模样。5岁那年，我的母亲因为生弟弟时难产而离开了我们，一帮黑人闯入家中，抱走了我的弟弟。我当时因为害怕，躲在床下逃过死劫。传闻我的父亲是被他的结拜大哥霍振山所杀害，为了报仇，我跟师伯苦练何家拳法，后来我隐藏身份，假扮哑巴进入霍家拳馆，明着做杂役，实际上为了查明事实。我了解到你爹为人重情重义，光明磊落，怎么可能会是杀害自己结拜兄弟的凶手呢？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当黑煞打地下拳？其实真正的黑煞是你爹。石头，把我放下来，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再走。啊，就这儿。石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一直处处在留意我的行踪，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我从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正直孩子，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揭穿你。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言行不一而又自己来打这种黑市拳赛？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师父，我不可能让弟子们介入这种毫无底线的
争斗当中来。可我也是一位习武者，看到洋人这么挑衅我们的中华武术，侮辱我们的民族精神，我岂能袖手旁观？习武之人必须具备信、定、念、会、精进五根武力。我们习武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趴下多少人，而是为了能够扶起来多少人。只要是为了正义而死，是真正的武者不在于你能打趴下多少人，而在于你能扶起来多少人。一个真正的武者比的不是打倒多少人，而是能扶起多少人。其实你爹在我心目中已经是我的师父，是他给了我武学的真谛。另外我担心你爹的身体不能对战洋人詹姆斯，于是我就化身黑煞替他迎战，不为救人于水火，但最起码为的是民族的气节和尊严。两位来此有何指教？师妹，两位尊驾驶。大师兄，你的记性也太差了，这就不认识了？不认识。不许胡说八道！她才是我的妻子，霍小玉是霍家唯一的传人，有明证婚书为凭。对呀，我才是霍小玉。你这个女人是谁呀？来骗吃骗喝的吧？我皇家拳馆哪能容得下你们仨爷？众弟子，把他们拿了，绑去巡捕房。站住！站住！别跑！别跑！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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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上车！别愣着了，快点！走！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别跑！站住！站住！老板，人到了。能有幸请到二位，真是荣幸啊。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魏一平，请坐。魏老板，多谢你刚才派人救了我们。哎，不必客气，坐。来，看看这个。聘请我们打拳？哼，你都有了新的黑煞，还请我们帮你打拳啊？怎么？想为某人出的价格太低了？只要二位愿意谈，价钱都不是问题。家父在世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过，绝不允许霍家子弟打一场地下拳赛。霍馆长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他去世短短不到一个月，霍家拳馆就已经改头换面，被他人篡夺。如果他拳下有知，
我是真的替故人可惜啊。我会替父亲讨回公道的。讨回公道谈何容易啊。据我所知，黄锦鹏已经给你找了一个替身，并给他办理了真实霍小玉的护册，二人注册成婚，又以霍振山真实的遗嘱和假的霍小玉签名字据，名正言顺的继承了霍家全款。你又如何讨回这个公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的公道，从来就没有弱者的公道。如果二位相信我魏某人，我倒是可以帮助二位拿回属于你们的公道。黄锦鹏现在是你的王牌黑煞，你有了他为什么帮我们？我就是要培养你们成为新的黑煞，帮你拿回武官。亲一个，真坏。哎，亲一个，来吃一口。大师兄，我要不要准备过去检测了？我干爹是不是钱多烧的了？把脑袋烧糊涂了？魏老板，我接受你的合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石头哥，小玉，黑煞本来就是我，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好，有胆识。哼，喂，老板，黑煞，对不起，老板没空。但我既然能收留你，养育你，把你捧上天成为黑煞，让你拥有金钱和荣耀，我更能亲手把你毁掉。让他们一起上，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你这不符合规矩啊。规矩在这个擂台哪有什么规则不规则，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你们几个一起来吧。一起上。
三天。恭喜我们的王中王黑煞稳坐榜中榜。黑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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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煞。怎么，有心事啊？石头哥，我娘走得早，从小我被爹带大，我怕我爹万一真的是……那你会不会恨我？说什么呢，傻丫头，我绝不相信霍师傅会干出这种事。傻瓜，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那都是上一辈人的事情，怎么能怪在你身上？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能和你一起过平静的生活。我答应你，明天过后一切都会有结果。我们的王中王黑煞今晚终于庐山真面目来迎接挑战者，欢迎黑煞。面的挑战者与黑煞同样来自霍家武馆，今晚将是同门之间的较量。他是石头。Ready！ 竟然是你，小哑巴，没想到你还真有心机啊！是你伤害了小玉，霸占了霍家武馆。霍馆长的死和你脱离不了干系，我劝你还是尽快伏法认罪。死到临头了还废什么话，来吧。石头，你住口！
他们签了生死状，这个擂台由不得你放肆。小玉，你命够大的呀。这个药瓶你很熟悉吧？我还真小瞧你这丫头了。别去揪我，继续逗我。闭嘴，再说死了你的嘴。要不是那天闻到你身上的味道，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奇怪的味道竟是杀死我父亲的毒药。毒药，我才没下什么毒药呢，那是花粉。你爹的过敏性哮喘在这个季节最为严重，我给他的西洋药瓶里加入了花粉，然后让他的过敏性哮喘发作，没想到死得这么快。我爹待你那么好，你竟然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儿！丧心病狂？我丧心病狂？丧心病狂的是你爹霍震山。我干爹魏一平跟我说，他亲眼所见，霍震山打死了他的好兄弟，还道貌岸然地开了一家武馆，成为名震一方的武学大家。我呸！这么多年我拜他为师，其实我每时每刻每天每夜都想要他死。你家的绝招，那是我家的拳。何大川是你什么人？是我爹。什么？你是哥哥？是我找了20年的哥哥？我竟然差点杀死了我唯一的亲人，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真傻。你韦一平，你收养我20年，偷得何家拳谱，让我学起武功，就是为了让我们兄弟相残。我恨你！这一切都是你制造的阴谋，你才是真正的凶手。
没错，我还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爹也是我杀的。把他们都给我剁了。这个东西我在报纸上见过，是洋人拍电影用的。偷学中国功夫，滚！你们这些一介武夫不好好待着，跟我抢女人，还斗胆烧我的烟馆，这就是你的宿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爱你。春，你为那个穷小子值吗？阿春，你怎么可以就这么丢下我？啊！
阿春，阿春，你的爱为什么就不能分给我一点？为什么？别动！别动！别动！跪下！跪下！我跪下！我们霍家拳的绝招在其意，根据对手的攻击而变化，前虚后实，变化多端，每一招打在对方身体的不同位置和穴位，造成的伤害也都不同。恭喜老板开业大吉，早生贵子啊！谢谢，请，谢谢，恭喜恭喜，同喜同喜，请，谢谢。里面请。李探长，霍小姐，啊，何太太，何馆长，霍家武馆十五年周庆，又添新丁，恭喜恭喜啊！多谢多谢，我和小玉历经磨难能在一起，还得多谢李探长。生了，生了，生了，小玉还没生啊？是我，是我生了，我生署长了。真正的武者，比的不是打趴下多少人，而是能扶起多少人。China, I have to come back. I need to come back!